再一次。好，啊，谢，有一个 OK。直接把盾扶起来呢，真是。哎呦，哎，这边拆火的。哎呦，啊啊啊！这边怎么是这样的重量？糟糕。有些种族注定考不过那个石血检定啊，没办法、啊。哎、欸，妖魔血量都很少啊。那你现在看看魔族队长都已经有三个有过这个阿拉花挂的关卡，很明显是谁的问题啊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差点没动。我觉得我刚刚就讲了，我觉得能把每个月的，因为 level 10是考验数据嘛，对 ，level 9通常是一种那种主题关卡、啊，对，像之前那个巴拉夏全部塞一关啊，对，魔族关卡，哈哈，对，要不然就巴利夏要塞一关啊，哈哈，对，不然就像之前那个什么圆桌骑士、啊，然后就会玩是玛雅的那种关卡，对，像这关就是自爆极奖，可是自爆这个数字就不太那个，因为毕竟实血没有就是没有。懂我意思吗？有错过什么吗？哎、欸，没什么特别。哎、欸，你是吗？没星珠？哦，有星珠。啊，我有天狗效果了。不知道巴利打十有没有机会？因为巴利后期的那个输出，等下后期的那个机体比梅团好很多，而且梅团前面实在太烂了。重点，梅团打到王前一关最后一小格血，我觉得那已经是很意外了。要是今天能再给他个两倍，或是一斤，要是能经常跳就好了。真是的，太可惜了。哎。而且因为我之前打 level 10，我是用秦始皇打的，我用美团打，我才发现原来那是青龟有20亿法哦。为什么青龟每次出场都这么硬啊？有人有发现吗？那只趴盾，哎，30火盾那只青龟有20亿法。哎，超有病的呀、啊！就算没有看这样过了、啊。探长是那个四人组加引诺啊，探长过啦、啊。因为探长，哎、欸，那个楼主的打法是开两次，留两次开两次龙科，可是探长的补血实际上是在自爆之后，所以有两台吗？对啊，所以我现在正在用第二台开啊。你看，连探长一堆人消耗止血不够，就探长还是过了。发生什么事情？不过探长应该也是在边缘的啦，因为毕竟他这次才805多哎、欸，全武装加全20。知道谁是注意我的那个、欸，谁是注意我的那个护盾是不是满？也没算，主要是他们有分实血跟虚血，但是现环境是实血恒大于虚血啊，
对不对？之前就讲过了。没设定，我没有，这台电脑没东西呀、啊。对，这台电脑我的什么背景那一点没的都没用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哇，这没有哎、欸，这好像没有哎、欸，什么？哎、欸、不对，有哎、欸，有八康。七八，哦，这边要存，哇，这版面怎么可以这么烂啊？还是存一，不然等下没拉谱。好像有、哦，好像没有啊！等一下，这里有八缸，有这个有这个有 ，safe safe safe， 五六七八没有啊！这台平常是客用电脑啊，对不对？就是有客人来我家的时候来用的、啊。我要双职业大战，我有稍微玩过几场，对，见你要知道，我觉得双职业大战最好笑什么？最好笑是火枪手去龙族抢。艾丽卡去妖精跟复仇者跟死灵抢，对，警官去死灵抢，对，然后一些有没东西去，然后趁金勇士去其他一些低费的，像妖精跟复仇者也很强，然后你把这些东西全部塞在一起的皇家没有多强，哎，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？啊，这边关，谢谢，啊，这应该超够了吧。然后这边不是美其名北投分部吗？哦，还轮到天狗。有火哎、欸，那我这边先杀火就知道了。对，我房间很多好康的哦，来看一下。是客人没错，这样客人电脑的我是客人。啊，这边杀，可以小杀水的那只好了。哎，不对，没有按，哎，我有注意到，被杀按的那只。早晚餐吃卤味，早餐稍微吃一点脆片牛奶。我去买那个加热器的。你们比较喜欢吃原味还是吃巧克力口味的？那个加热是玉米片，比较喜欢吃巧克力的、欸。宗教战争又要来了。喂，阿绿渣。杀光的那只好了，也不要杀木的那只好了。两在一起，就那种啊，加的是玉米片啊，何必要这样吃巧克力？原味我反而觉得没什么感觉，原味就是没有味道。不顿。回是啥？金针菇、牛肉片，对不对？高丽菜、地瓜叶这些经典。蹦蹦蹦蹦蹦！啊，开始存技能啊！我们还要再营业啊，再修意面啊，就普通的王子面啊。再看两个台吗？如果明天，因为明天我要回旧家一趟，对，我要去修电脑。如果明天来得及回来的话，去拍啊。有点好。
到攻击力吗？哎，懂吗？先不要。我现在为什么你们都没有可以加芋头吗？你们是想要骗我讲出这句话？我最讨厌芋，然后这时候芋汁就会跑出来。对，我喜欢吃芋头的加工食品啊，可是芋头单吃我就觉得哎，乖乖，你睡了五岁吧？可是理论上来讲应该可以撑更久，不知道怎么那个显卡一直坏，不是？但是也是莫名其妙坏掉。对，我消化金果被我喷光了，来不及有这个没错，还是快去点换。啊、这边对，好，电梯就下一块要补血。护盾屏障不是无敌的，天哪，护盾不是无敌的。六星珠了，天哪！目光好了，刷刷刷，反正王一有得我存了啦。我们连点都不要点了，那就伤害够了吧？三个是地狱好难，地狱这边地狱级是什么？好，连点都不要点了。哇，对，孔雀石。我有点怕，我会太大力了。我横着敲好了。二三二三怎么切？三三三三三三三，然后一个五，好。你知道巴黎炮节以前发生什么事情吗？点下去什么事情都没发生。会太痛哎、欸，糟糕。收力道哎、欸，因为我这边至少要把夏娃存回来。光明灯，哇救命！光明灯，哪一关啊？要五万。我三三，他前面王炮三三，看我没什么意见啊，前面那个自爆才有病吧？看怎么接？三三三三五。给点心珠行不行？为什么连横着敲都可以这么痛啊？三三三，有摸到吗？那是当然，没有全摸到，显然撑不过啊！哎呦啊！一炮三从来就牛逼，那个三刚好自创是配必杀哎、欸。他那个战三刚是被必杀的，啊，怎么怎么？蓝虎破坏，谢谢你哦。光明灯不知道我不太清楚光明灯是哪一关，这一关不是孔雀石吗？孔雀石是很旧很旧的地狱级耶。对，鬼灭，如果你是用鬼灭队的话，是卡在哪一个地方呢？你可以切齿。哦，回20%血。光明收你20%血，20%血，那不是这一排还在吗？对，这一排还在，他不是已经离开了吗？
等一下，一二三四五，等一下，我现在算二三，所以我可能不太方便分心，不好意思。五四四五二五五四，会不会闪这样？走了，但我说公民村应该已经走了吧？哦，李轩，可以走，可以走，等一下，五五。水火暗雨，那么多啊，五五四四，俺们叫公主，不能攻击。木珠好多，木珠有十颗哎，到这边拉一个小时出来，反正我觉得连阿绿应该也不得输出。五三，哎、欸，五，好啦，你们知道这边夏花是保底31加巴力的一。所以我这边至少要吼一康，哦，这个一康没有来的话，我真的就是真的就他妈的，我跟你讲，我这边先关，然后组合技九连击，然后再开巴利拉普的组合技，把心腹这边点成一个其他，点成一个火好了，给啥弄都无所谓啊，这个没有一康的话，真的就要哭了。要怎么拍啊？这样好了，这样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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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看哦，31。哦哦，点哪里啊？看，哦有。我刚刚点哪里都没办法加一康嘛，哦，代表自己吓死。哇！他说：“哎，他掉下来，我还可以点珠哎、欸，他那个点哇，忘记点算了。他那个点珠让我一看都没办法加，就很烦。没有，反正我有上排行榜啊。对的，我这关没有那个啊。我故意留排行榜，就是要上这一队，就是。怎么没过？没有阿美已经过了，阿美比这个还要早过哎、欸。对，这比烂的天哪、啊，我已经接近是最后一名了。你看，耶、yeah! ！